作为一个时尚偶像，在生活中的穿衣搭配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？其实我平常穿衣服都很随便，就是舒服，就看着得体就好。你觉得自己是个时尚达人吗？我还算好吧，不算是，应该不算是。那交给你一个难题，你来预测一下今年秋冬的流行趋势，好吧？流行趋势，他们都穿的衣服。